呃，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站。我的希望是，你们回去了会议之后，你们可以自己开始呃用一下，可可以自己开始试一下。呃，现在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先就简单就给你介绍一下怎么用，在哪里用。但是可能要自己花一些时间，也可以帮我们自己填写或者修改的一些一些地方。呃，首先就说一下这个网站的地址。 啊，uh, 这个是 globaleast.org，所以如果你你 www 点 globaleast 点 org 可以找到了。目前在大陆也可以也可以上这个网站，希望这个能保留了。呃呃，所以这个是主页，是这边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主要要看看这个地图，所以我点了这个地图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呃，杨老师已经说了这些颜色的，比如说红色是代表呃呃新教，啊、呃、黄色代表佛教，这边都有写。哎，我先用的中文有英文版本，也有中文版本。那我这边点这儿就可以用中文版本。所以这个。 第一个地图，这个是省，那这个意思是在这个省里面，比如说西西藏，在西藏里面的的宗教场所的最多是哪一个宗教？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佛教，啊、呃，这个都可以看的这些颜色和哪一个宗教，这个都是按照的零四年的经济呃普查的数据，啊、呃，也可以在市。 比如说，如果我按照这儿主要宗教，我按这个，它就分不是不是用省分的是用市分，也可以县，或者我可以自己选一个宗教。比如说，如果我选佛教，这儿我们可以看，呃，颜色的越鲜，那就是佛教的宗教的场所越多。但是这边我先要。 点下面的宗教的场所的点，我点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零四年的经济的普查有七万多的宗教的场所，那这个七万多的,的的的点都在这个地图上就可以看。那在这个我们看的这些点，比如说，如果我们不是我们。 研究专门是研究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宗教，我们也可以猜选。比如说，在这儿，按照这这个 filter，呃，假设我是呃感兴趣是呃基督新教，然后我感兴趣呃随便找一个福建省，maybe。 然后我按这个，它会筛选只有呃基督教在福建省，那这个我可以放大，所以我可以看呃在福建省的的所有的在这个数据里面的官方的呃新教的场所的点在哪里？那我可以选一个点，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我一按这个。 我可以看的这个点的是什么地方，地址是什么？啊、呃，甚至是它哪一年哪一年建的？零一年，他具体的地址。所以我按照哪一个就可以看更多的的信息。我也可以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如果我按照这个，这个是添加的东西，比如说。 这个都是这个 platform 是叫 ArcGIS Online。那 ArcGIS Online 已经有它自己的一些数据的，别人已经 upload。那比如说我在这儿，我就写中国的铁路，比如说这个是动车呃线和高铁线，那我可以看。 那这些教堂是离高铁有多远，哦，或者是离离动车的站多远？有可能是你你有你自己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你你有在你手上的有福建省的所有的医院的地方，那你可以自己加上去。你你在这边，你可以加一个一个叫 shapefile。 一个一个文件档，你加上去，然后它就会自动就把这些点放，然后你可以比较那这些教堂是离医院近还是不近？教堂离医院比佛教寺庙离医院更近吗？你可以做一些对比。还有一个是要要给大家说一下，是这个 OSAC Edit 这个呃编辑版。 我们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添加一些新的宗教场所的点，或者是修改。如果你发现的有一个小错误了，这个宗教场所的名字写错了或者什么，你们也可以帮我们修改。修改的是在这个是叫在 OSAC Edit 里面的。所以这个只是只是宗教场所的点。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添加或者编辑的这些点。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教堂，可能是零四年之后建的，所以不可能是在零四年的数据里面的零四年之后建的，一个新的，或者寺庙，或者什么，你在这边就可以选。比如说，说是一个佛教的寺庙，你可以按这个，然后告诉我们在哪里。 假设我我放在俄罗斯，maybe，我放这儿，然后我要填写这个寺庙的名字啊、呃，还有这些信息，填写完了之后，它他就会留在那儿。那如果我们可以确认我们在普渡，我们确认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宗教场所，以后就明年。 我们会把那个点就放在原来的 OSAC 的的主页的、主要的网站里面的，算是一个一个已经被确认过的。或者是如果你发现的这个，那这个蓝色的是道照，这个蓝色的点有错了，不是这个名字不是这个屋，是另外一个屋，那你可以在这儿修改，或者。 修改完了，再呃呃就关掉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有有人收管，收、修改了这个，或者是如果你有这个寺庙的或者这个宗教场所的一个图片，你可以 upload 在这儿。那个之后就人家他们就按，别人就按这个点点之后，他们可以看，哎，有人是 upload 一个一个一個,一个图片或者一个文章。 甚至是一个一个一个小饰品，都可以。我们是希望，呃，越多的学者或者学生用这个，他们也可以添加的越多的东西，呃，这个是对别人是更有价值。那我可能是要保留了一些，呃，要向杨老师问问题的时间，所以我先简单就呃说到这儿。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花一些时间自己玩一玩。 呃，回去试一下。好，谢谢。